车子你没签啊，他原本就这样的啊。巴库尼亚啦，就是这样。巴库尼亚，Back Mirror，你假扮熊赢？不是我，不是我弄的啊。我伫后边咧看，确定就是你。我看车主往那边跑掉了。车主，对。 无，等等嘞，等嘞，这车子我的，我丢车主。我看车子钥匙没拔，等时机想骑走了。骗你老母啦！这我车呢。那车主可能有急事，钥匙也忘了拔，车子也没架好，走了，后照镜都断了。你的功力？是哦，我也不知道跟那个人有什么仇。 还是哪里惹到他了？你唔知向食饱收银，干娘熬汤我的白姑娘，你敢知收银这爱换几组的娘嘞？ 去买一罐麦香，去呾。喂喂喂！叫你去买一罐麦香啊！哎，你说什么？我没有听清楚。 我的军旗。把枪灭！我的军旗飞出发，冲破浪涛开，我的军旗飞越，飞越，飞越开，我的军旗飞出发，冲破浪涛开。 冲破浪涛开，我的军报飞越，飞越，飞越开。那看无？哦，这，哦，一定会激战的。来看卖，哇，一个月赚3000倍，予人靠死。
百颗。啊，搁要修理车、清理，啊，搁爱存一千。无安尼啊，这房子是一千就好，一千。给车主来遐修吧。啊，车主，哇，我是车主啊。你是想骑走吧？其实我原本也想骑走，但感觉把人家后面折断，应该蛮好玩的。你自头到尾一直答非所问，啊是听无台湾话？可是你不觉得巴庫尼亞看起来像七颗的耳朵吗？我想折断更多的巴庫尼亞，一代表全台北、全台湾的巴庫尼亞。这台车好骑吗？有当骑当然蛮好骑啊。会不会看不见后面？人本来就是安尼啊，你要看头前，后壁就看无。你若是要看后壁，就看无头前。巴庫尼亞就是要予人看爽的。若真正要出代志吼，看倒位拢无效啦。要不要喝麦香？都可以。燃烧寂寞，就这样被酒精淹没，不像样，此刻多笨拙，急迫写下所有分开，天气不好，动态信息污扰脑海，浮现你我有可能的未来，就把现在只剩一人坐在柜台，你不回来我撕破下咽，眼神凝视合照照片，你会变我会变人会变，但是为何要变，模糊了焦点，一颗没电的心动电源，接不断离开乱纠结，接不断离开乱结束一切。
看不透摸不透你的心，一个人孤独的淋着雨，是我不够好没有能力，还是你早已下定决心如此的狠心？没有结局的故事不该开始，同样的情节不过是如此不断被复